暗恋了3年的女生，今天竟然主动来找我啊！你咋来了？怎么你不想见我？刚放假你就不想见我？没有，我咋可能不想见你？我特别想见。那个，你咋知道我家在这边住了呀？这很难吗？3年前刚开学的时候，全班同学自我介绍，就你说的最详细，恨不得把你家几个房间都说出来。那个，这都过去3年了，你记得还这么清楚啊？啊，我记性好。啊、哦，那个你这冷不冷啊？你穿着还行吧。啊、嗯，要不先上我家去吧，上我家坐会儿，然后暖和暖和。啊，不好吧？没事，我爸妈都上班去了，这个点儿也不会回来，咱们先坐会儿，一会儿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不用了吧？要不我们还是直接去吃饭吧。啊、那也行，走吧。嗯，哎，你把手放我口袋里呗。不是我不冷，我放。哎，你放进来吗？这是啥？你不是最喜欢吃奶糖吗？哎，你这怎么那么大方，早请我吃饭了？因为你不是在学校就最爱吃黄焖鸡呢吗？然后再加上你这大老远跑一趟，我不请你吃顿饭也不合适呀。那你别光让我吃，你也吃。行。对了，你今天咋来的呀？我坐车呀。哦，远不远呀？还行吧，5-60公里。5-60公里？啊、嗯。5-60公里还不算远。不远啊。不是你5-60公里就是为了来见我？不行吗？行，那个你晚上咋回去啊？我坐地铁吧，然后再转车。这么麻烦？嗯，还好吧。那晚上这样吧，晚上一会儿我再带你去转转，咱们再看看电影。晚上看电影？不行吧，我怕太晚了，我赶不上地铁了。你放心，那个我肯定得让你赶上地铁。行吧。只知道失去光阴，不会再回头。